莞允黑色蕾丝包 D 奶，学生湿身抢看。辜莞允黑色蕾丝装超性感，图富裕传播有限公司提供。2018年3月22日，宅男女神辜莞允现身直播节目《赖咪金头脑》。当天她很有诚意地穿住黑色蕾丝装、大陆学乳和美腿，新引醒吴科技大学160多位学生挤爆节目现场，不顾场外下注大雨，湿身也要一睹女神风采。标榜住能看能玩还有奖金拿的直播节目《赖咪金头脑》播出后，在各大校园造成很大的回响。第二季来到醒吾科技大学，学校特别派出表演艺术系、行销与流通管理系和资讯传播系应战，加上又有高人气的辜莞允坐镇，节目还没开始，活动现场已经挤满想参加节目的学生们。表演艺术系更派出校园明星脸向辜莞允献技，模仿李小龙的学生一出场就让他惊讶合照。无论是神情还是长相，该名学生和李小龙年轻版相似度高达90%。而模仿清风的同学一出现，清脆高亢的嗓音让现场所有人听得如痴如醉。辜莞允一双美腿超性感，图富裕传播有限公司提供。2018年3月22日，除了好看的模仿外，节目的重头戏答题拿奖金当然也少不了。节目最后由线上13位观众平分90000元，让辜莞允直呼好好哦，这可能是现在学生最新的打工方式。赖咪金头脑每周一天中午12点推出，有兴趣的各大公司行号、学校都可以上活动网页报名，只要报名，就有机会邀请喜欢的艺人到现场。